《玉选语录总目》卷一，大智圆正圣僧肇法师万寿诏论与宝藏论。卷二，洞明妙智永嘉觉禅师万寿永嘉集与正道歌。卷三，妙觉普渡和圣寒山大士万寿诗集。圆觉慈度和圣实德大士万寿诗集。卷四，灵觉大圆为山右禅师万寿语要。真正通智养山记禅师万寿语要。卷五，圆正直指真记赵州省禅师万寿语要。卷六，慈云匡真弘明云门演禅师万寿语要。卷七，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万寿为心觉宗敬陆续万善同归及与心腹。卷八，大慈圆通禅仙子杨真人万寿真悟篇外集。卷九，正智明觉雪窦显禅师万寿语要。卷十，明宗真觉圆悟勤禅师万寿语要。卷十一，大觉普济能人玉灵秀国师万寿语要。明道正觉毛西僧禅师万寿语要。卷十二，和硕雍亲王元明居士万寿语录。上谕二道复刻元明百问。卷十三，外集云栖莲池大师。卷十四，前集上历代禅师。卷十五，前集下历代禅师。卷十六，后集上历代禅师。卷十七，后集中历代禅师。卷十八，后集下历代禅师。卷十九，当今法会复刻。卷一，欲秩序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，甚于晋宋间，远攻其殊胜者也。相传弥环宗旨有远攻而始闻于此土，然关联社高贤传中所在远攻之语，远攻故非洞明弥环宗旨者，徒闻其说耳。僧肇与远攻同时，竟有远攻，请有僧肇言净土者，推远攻；言讲经者，推僧肇。宗徒皆视为小乘，未是菩提达摩以前十人，正但未闻教外别传之旨，不得入祖席焉。正月照法师所作，般若无知，涅盘无名，空有不迁，行山密宝，诸论非生明宗旨，何能了了如斯？以此讲经，正是不立文字，诸佛会命，西隔封疆，有何筋骨？岂得为菩提达摩未来以前，正但无宗旨哉？故删及其要文，续而堪行之。学者务于长江以为，葱岭之旅边，暮起狂华，则知菩提达摩，见良五十。摩所从来，欲送云石，亦摩所去也。
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，欲选大智圆正圣僧赵法师论。赵论序会答律余续长安事。僧赵法师所作宗本不迁等四论曰：有美若人，超与缄默，标本则勾具身达佛心，明末则言言被通众教，达委身天性，逢此正因，每至批寻，不慎守护，誓愿生生尽命弘术，夫神道不行，心敏难会了记一序，请四来折，盖大分深意，绝好本无，故见言宗旨，标乎实相，开空法道，莫于真俗，所以赐世二弟，显佛教门，但圆正之因，无上般若，至极之果，唯有涅槃，故莫起众缘，明众圣之所宅，虽以性空以本，无本可称，与本绝言，非心行处，然则不迁当俗，俗则不生，不真未真，真但明说，若能重资一道，无言二谛，思则尽照之功者，故般若无知，无明之德心，而涅槃不称于为此说周圆，庆佛渊海，浩博无涯，穷法体相，弘论第一，赵公其人矣。传灯录载，僧赵在瑶琴问大辟，师起七日假，这宝藏论毕，临行时说记曰：四大圆无主，五阴本来空，江头临白刃，犹似斩春风，然此既非赵所作也，赵为鸠摩罗什高地，秦王姚兴命入逍遥园，著石祥定经论，尊礼有加。十六国春秋僧赵传于以姚秦弘始十六年卒于长安，时近一夕十年也，况典型之人，岂有给假者论之理？则赵法师之以吉祥业度，信矣。是即子虚，既非师作，盖讹传焉。卷二，欲秩序。古人欲时节因缘，美于言下大悟。夫言下大悟，悟不在言也，寒如竹筷，乃于言中求悟，梦到余年，是谓直指求悦者。黄梅曹溪，密室夜奔，传衣瘦瘦，究何曾道一字耶？待后黄梅，送曹溪至九江一边，两人共语。曹溪云：指何自信自度？黄梅云：如是如是。夫既自信自度，则黄梅何受？曹溪何受乎？虽然此正黄梅所受，曹溪所受也。永嘉之于曹溪，更可分明举四天下后世。夫永嘉参乘
至一宿耳，故谓之一宿绝。今观其问答语，永嘉泉是逆水之机，毫无顺水之意。然则曹溪何受，而永嘉何受乎？不知永嘉正从此的曹溪汝，不可污也。盖时有一时法与人，而曰法汝，直同马生马，驴生驴耳。若此魔外别生魔外，又如九竹生清明，清明生尘，尚安得称会命哉？永嘉言句，西竹推为东土大臣论，正批览之。嘉其修物双圆，臣戒兼妙，自浅之深，浅深一致，实为宗徒指南。远嘉山定，堪视十方丛林焉。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望日，欲选洞明庙至永嘉觉禅师以录，师永嘉人也，姓戴氏，况岁出家，遍探三藏，今天台指官员庙法门，于四威仪中，常名禅观。后因左西朗禅师激励，与东阳策禅师同一曹溪出道，镇西斜平，绕祖三匝。祖曰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身大我慢。师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祖曰：何以体取无生？冷魔素乎？曰：体即无生，冷本无素。祖云：如是如是。于是大众无不愕然。师方具威仪参礼，须臾告辞。祖曰：反太素乎？师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素耶？祖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身本别。祖曰：汝甚得无生之意？曰：无生岂有意耶？祖曰：无意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祖叹曰：善哉善哉，少留一宿，实为一宿绝矣。迥住温江，学者伏奏号真觉大师，者禅宗悟修元旨，自浅之深，庆州剌史未尽，积而成篇，目为永嘉集卷三，欲志序，寒山诗三百余首，拾得诗五十余首，唐闾丘太守写字寒言，流传阎浮提解，读者或以为俗语，或以为喻语，或以为教语，或以为禅语，如摩尼珠，体非一色，处处皆圆，随人目之所见，正以为非俗非喻，非教非禅，真乃古佛直心直语也。永明云：修习空花万行，宴坐水月道场，降伏敬礼魔君，大作梦中佛事，如二大事者，其数几乎正信调直，
不离和尚因缘，圆满光华，周遍大千世界，不蒙之上，金凤翱翔，无影数边，玉象围绕，性空行实，性实行空，妄有真无，妄无真有，有空无实，念念不留，有实无空，如如不动，是以执心执语，如是如是，学者无一境境，远证真如，亦能有无一体，性行一贯，乃可与读二大事之师，否则随文生解，总无交涉也。山而录之，以遗后世。寒山子云：“有子其辨此音，是为序。”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，卷四，御秩序。夫佛祖代代相承，称为父子。虽曰假世间之名教，表出世之真传，然大死大活，而会命思绪，是属毛理理。而四大和合者，一为生生，一为无生生，同是实际，本非隐喻也。永明喻，须臾即俗归真，莫愁资止，请客从凡入圣，难报私恩。夫拔火宅而登清凉之山，开迷云而入光明之海，窘是投剌椒盆，身同减负之时，正所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岂有不念皮肉骨髓所由来者乎？莫非父子也？而其中父子既美，以为养胃罪，当日提倡一生，脆浊一时，同秉法王之政令，贡献琉璃之精深，一堂两情，古公而公应，古商而商应，一连两尽，胡来而皆胡，汉来而皆汉，无上妙旨，其传经纶，一代法门，双标同著，盖为山仰山之父子，正同寒山拾得之弟兄，于佛法中，如世间所云嘉庆仁瑞者矣。故何谓一边，以为天下后世宗徒劝，是为序。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，卷五，御秩序。夫达摩西来，九年面壁，无多言句，而能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首开正旦之宗风，后人演唱题词，照用全实，名徒独古，灰太阿公，于言相不该之表，行名未照之先，积如电掣雷奔，潭似河流海柱，青莲花纷飘舍本，大狮子吼断十方，穿透百千诸佛耳根，搏跳三十三天空外，究其所归，不过铺荆裂棘，遍地生枝，甘草黄连，自心甘苦耳，然则自利利他，故不在于多言语。
赵州审禅师，元正无生法忍，以本分事接人，龙门之童，高百尺而无知，正悦其言句，真所谓皮肤剥落尽，独见一真实者，成达摩之所护念，施汝一滴，足迸散千斛缕汝。但禅师垂视，如五色珠若小之浅见，会于言表，则辜负古佛之慈悲，落草之佛心也。观师信手拈来，信口说出，皆令十方智者一时直入如来地，可谓壁立万仞，月映千江，如赵州之接人，成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古佛云：原录其精粹者者于篇，以示后学，彼之真宗轨范，如是如是耳。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望日，卷六，欲致序，故者曰见。你问即疑，扬眉眨眼，拜缺如斯，又到古来老宿，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谈，如是见疑。落草也未大慈大悲，那故丧生失命，指这柱破，即今早似落草了也。佛应缘曰：云门说法，如云雨绝，不喜人记录，见必骂逐，曰入口不用，反记无语。今世中对机录，皆相邻，名教以指未一，随即书之。朕今刊鹿山及云门言句，且道与云门一旨，是同是别。云门古德，其味落草，朕亦大丈夫，其问与云门是同是别者哉？虽然，超情绝解直指自心如云门者，实为奇特。垂视后世，云门与朕，实是大慈大悲，设石灯笼露住，向前质问，还慈悲个什么？答曰：见静云落草了也。答曰：疑。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朔日，卷七，欲致序，宋初杭州有名智觉禅师，平生著述，有宗敬录，唯心觉、心腹、万善同归等级，凡千万言，并在大藏，有流传海外者。朕批阅采录，不胜敬礼喜悦，真所谓名于小日，高月太清，如古狮子衔，众想拒绝，如发摩尼宝，五色生光，姓为曹溪后第一人，超出历代大善之士者，特加封妙元正修智觉禅师，卷中万善同归集一书。禅师自谓略述教海之已成，普施法界之寒食云，自师证明，方知大小奇观，宗教一贯，但学人须必真参，
时有所悟，乃可观此书，依教行持，可以普度药之神光，圆幻有之万行，所为无尘之尘，不修之修，无碍妙地，有一圆正。若未能解缚具空，尽至双泯，则必依情起时，直向求全，则堕铁围之山，转迷真觉之海。禅师云：先明其宗，方能尽道。若一向逐末，时有所妨。然则此书未经参悟，不必观读，本禅师之志也。朕既刊其全书，班氏宗徒，又采其志言，附于本集，因恐一误初学，故又只述于此。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望日，卷八，御志序，紫阳真人作物真篇，以明元门密要，复作宋记等三十二篇，一一从性的演出西来最上一乘之妙旨。自序云：此无畏妙觉之至道也，标位外极，夫外之云者，真人岂以圆门为内，而以宗门为外哉？审如是，真人只应专事圆教，又何必旁乃于宗说？且又何谓此为最上？岂非以其超乎三界，真亦不立，故谓物真之外也于。真人云：世人根性迷钝，知其有生，恶死越深，猝难了悟，黄老悲其贪者，乃以修身之术顺其所欲，见自导之，观乎斯言，则长生不死。虽经八万劫，九世阳业止提，非为了义，信义。若此事，虽超三界之外，仍不离乎一毛孔之中，特以不自了证，则非人所可待。学者将各无异谓语，放在八十田中，奋起根本无名，发大疑情，猛力无见，纵丧生失命，亦不放舍。久之久之，人法空，心静寂，能所亡，情实尽，并此无意未语，一时忘却。当下百杂本碎，涤体真纯，此从上古得所为绝不相传者。真人以华池神水，温阳子珠，会三界于一身之后，能以金丹作无异味与用，忽地翻身一直，抹过太虚，脱体无衣，随处自在，仙俊哉，大丈夫也。篇中言句，真正了彻，直指妙缘，即禅门古德中，如此自利利他，不可思议者，尤为稀有。如禅师薛道光皆归一位弟子，不亦宜乎？堪视来经，始学圆门者，只有真宗。
学宗门者，知为此一事实，于二即非真焉，是为序。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，欲选大慈圆通禅仙子杨真人张平书语录，物真篇后续，切以人之身也，皆愿忘情而有其身，有其身则有患，若其无身，患从何有？夫欲免夫患者，莫若体夫治道，欲体夫治道，莫若明夫本心。故心者道之体也，道者心之用也。人能察心观性，则原明之体自现，无谓之用自成，不假施功。顿超彼岸，此非心境朗然，神诸阔明，则何以使诸相顿离，昼沉不染，心源自在，决定无生者哉？然其明心体道之事，身不能类其性，境不能乱其真，则刀兵乌能伤，虎伺乌能害，俱焚大境乌足未余。达人心若明镜，见而不纳，随机应物，和而不畅，故能胜物而无伤也。此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原其道本无名，圣人强名；道本无言，圣人强言耳。然则名言若迹，则时流无以识其体而归其真，是以圣人设教立言以显其道，故道因言而后显，言因道而反忘，奈何此道至妙至微，世人根性迷顿，知其有生而恶死越深，故猝难了悟，黄老悲其贪者，乃以修身之术顺其所欲，见次导之。以修身之要在金丹，金丹之要在孤神水华池，故道德因福之教，得以盛情于世矣。盖人悦其身也，然其言隐而理傲，学者虽讽诵其文，皆莫小其意。若不欲致人受之口诀，纵揣量百种，终莫能者其功而成其事，岂非学者分如牛毛，而达者乃如菱角也？余相已有遂于成都，欲师受丹法，当年且身功清备，自后三传于人，三遭祸患，皆不逾两旬。晋方一师之所戒，云一日有与汝戒将脱所者，当宜受之，于不许耳。后欲解明籍，而冠此道人不知性，遂撰此物真篇，续丹药本末，继承而求学者骤然而来，观其意情，心不忍密，乃择而受之。然而所受者，皆非有具势强力，能持为缜密，慷慨特达，能人明道之事，出在临祸患，心有未知，尽至于三，乃甚前过。故知大丹之法，至简至易。
虽愚昧小人，得而行之，则力超圣地，是以天意密袭，不许亲不传于非其人也，而于不尊师矣，屡泄天机，以其有生故，每因遣患，此天之深界，如此之神且速，敢不恐惧克责，自今以往，当前口结舌，虽领获居前，刀剑家相，亦无复敢言矣。此物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药物火候细微之旨，无不备悉。好事者素有先故，观之则自律自明，可以寻文解义，岂须于区区之口授之矣？如此乃天之所赐，非愚之辄传也。如其篇末歌颂，谈见性之法，即上之所谓无畏妙绝之道也。然无畏之道，其物未新，虽显密要，终无获救。奈何凡夫原业有厚薄，性根有利钝，纵闻一音，分成意见，故世家文书所演法宝，无非一成，而听学者随量会解，自然成三圣之差。此后若有根性猛力之事，见闻此篇，则知于的达摩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，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。如其习气上愚，则归中小之见，亦非愚之旧矣。时元丰改元戊五岁仲夏月，戊寅日张平书再续，戊真篇外集，性的颂一。佛性非同意，千灯共一光，增知明解义，简者且无伤，取舍俱无过，焚飘总不妨，见闻之绝法，无亦可猜量。二，如来妙体遍河沙，万象森罗无障遮，慧的圆通真法眼，使之三界是无家。三，视之不可见其形，乃至乎只有确应，莫道此身如骨响，若还无骨有何身。四，一物含文见觉之，盖诸尘尽显其机，临常一物尚非有，四者平何作所依。五，不宜一步到西天，端坐诸方在目前，顶后有光游世幻，云深足下位位先。六，求生本自无生，未灭何曾暂灭，眼见不如耳见，口说真如鼻说，无罪福，终日行，不曾行，终日坐，不曾坐，修善不成功德，造恶缘无罪过。时人若未明心，莫执此言乱作，死后须见阎王，难免破汤对魔。三界为心，三界为心妙理，万物非此非彼，无一物非我心，无一物是我意。见物便见心，见物便见心。
无物心不现，十方空塞中，真心无不变。若身之世界，却成颠倒见。笃尽能无心，始见菩提面。圆通，见了真空，空不空，圆明何处不圆通。根尘心法都无误，妙用方知与物同。随他，万物纵横在目前，看他动静任他权。圆明定慧中无染，似水生连连自连。宝月，一轮明月当虚空，万国清光无障碍。收之不聚波不开，前之不进后不退。彼非远兮此非近，表非外兮里非内。痛中有意义中同，问你傀儡会不会。心经诵，运地根尘空色，都无一法堪言。颠倒之见似净，寂静之体萧然。人我又名其物，我不一人，人心自异，人有亲疏，我无彼此。水陆飞行等观一体，则见尊卑，手足痛矣。我尚非我，何尝有你。彼此俱无，众炮归水。读雪窦禅师祖荫集，曹溪一水奋千派，赵古成今无挚爱。近来学者不穷源，望指提蛙喂大海。雪窦老师答真趣，大震雷音追法鼓。狮王笑吼出窟来，百兽千邪皆恐惧。或歌诗兮或语句，叮咛指引迷人路。言辞磊落亦高深，急欲敲金响千古。真奈迷人逐径流，却将言相寻名数。真如实相本无言，无下无高无有边。非色非空非二体，十方尘沙一文缘。镇定何曾分与末，取不得惜舍不得。但于诸相不留心，即是如来真悔则。未除妄想将真对，妄若不生真意会。能知真妄两俱非，方得真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悉能自在，一物顿消穷劫罪。不失功力证菩提，从此永离生死海。无失敬而言语畅，留在世间为榜样。昨宵被我换将来，把鼻孔穿放帐上。问他第一意何如，却道有言皆释放。戒定慧解，夫戒定慧者，乃法中之妙用也。佛祖虽常有言，而未达者有所执。今略而言之，数资开悟，然其心境两忘，一念不动，曰解。觉性圆明，内外盈彻，曰定。随缘应物，妙用无穷，曰慧。此三者相虚而成，互为体用。或借之为体者，则定慧为其用；定之为体者，则借慧为其用；慧之为体者，
则戒定为其用。三者未尝思虚相离也，犹如日假光而能照，光假照以能明，非光则不能照，非照则不能明。缘其戒定慧者，本乎一性，光照明者，本乎一日，一上非一。三附和三，三一俱忘，湛然清净，即心是佛颂。佛即心兮，心即佛，心佛从来皆忘物。若知无佛复无心，始是真如法身佛。法身佛没模样，一颗圆光含万象，无体之体即真体，无相之相即实相，非色非空非不空，不动不静不来往，无异无同无有无，难取难舍难听忘，内外圆通到处通，一佛国在一沙中，一粒沙含大千界，一个身心万个同，知之虚慧无心法，不染不智慧净业，善恶千端无所为，便是如来即家业。采诸歌，平子一中珠，本自原名好，不会自寻求，却述他人宝，数他宝，终无益，只是教君空费力。真如任取自家珍，价值黄金千万亿，此宝珠光最大，遍照三千大千界，从来不解少分毫，刚被浮云无障碍。自从认得此摩尼，泡体空花谁更爱，佛珠还与我珠同，我性即归佛性海，珠非珠，海非海，坦然心量包法界，任你尘嚣满眼前，定慧圆明常自在，不是空，不是色，内外皎然无忧色，六通神明妙无穷，自利利他明解集，见极了，万事毕，绝学无畏度终日，怕息如畏照婴儿，动止随缘无故避，不断妄，不修真，真妄之心总殊尘，从来万法皆无相，无相之中有法身，法身即是天真佛，亦非人兮亦非物，浩然充塞天地间，只是兮一并恍惚，垢不染，光自明，无法不从心里生，心若不生法自灭，即知罪福本无形，无佛行，无法说，丈夫至见自然别，出言便作狮子鸣，不似也无论生灭，禅定止鸣歌，如来禅性如水，体静风波自止，心居湛湛常清，不独坐十方士，今人静坐取证，不道全在见性，性于见理若明，见相性中自定，定成慧用无穷，是名诸佛神通，己欲究其体用，但见十方虚空，空中杳无一物，
亦无昔以恍乎？昔恍既不可寻，寻之却成乖失。至此乖失两字，不可直谓凭据。本心尚乃如空，岂有得失能所？但将万法遣除，遣令静静无余，豁然圆明自现，便与诸佛无殊。色身为我桎梏，且嫩和光混俗，举动一切无心，真甚是非荣辱，生生只是寄居。逆旅主号毗卢，毗卢不来不去，乃知生灭无余。或问毗卢何似，只为有相不是。眼前夜夜沉沉，沉夜非痛非意，况此沉沉夜夜，个个是家家业。一则万籁皆鸣，同则一风都舍。若要认得摩尼，莫道得法方知。有病用他药疗，病差药更贺施。心迷虚假法照，心悟法更不要。又如昏静的魔，横垢自然灭了。本为心法皆忘，故令离境诸相。诸相离了何如？是名至真无上。若欲庄严佛土，平等行慈救苦。菩提本愿虽深，切莫相中有取。此为福慧双缘，当来受寄居先。断肠咒尘有染，却与诸佛无缘。翻念凡夫迷执，竟被情爱染习。只为贪者情多，常生胎卵化尸。学道须教猛烈，无情心刚似铁。直饶父母妻儿，又与他人贺别。常守一颗圆光，不见可欲思量。万法一时无者，说甚地狱天堂？然后我命在我，空中无生无堕，出没诸佛土中，不离菩提本座。观音三十二应，我当一从中正。化现不可思议，尽出逍遥之性。我是无心禅客，凡事不会拣择。昔时一个黑牛，今日浑身总白。有时自歌自笑，谤人到我身上。真知背鹤之行，内怀无价之宝。更若见我弹空，恰似浑沦吞藻。此法为佛能知，凡愚起解相表。兼有修禅上人，只学斗口合唇。夸我问答敏极，却原不识主人。尽是寻之斋业，不解穷究本根。的根之业自冒，无根之业难存。变成以握灵珠，转于人我难除。与我灵缘妙绝，远隔千里之殊。此辈可伤可笑，空说积年学道。心高不肯问人，枉使一身虚老。乃是愚迷顿根，邪见业重未因。若向此生不悟，后世真免审问。无心诵，堪笑我心，如顽如鄙，物物腾腾。
任务安慰，不解修行，亦不造罪，不曾利人，亦不思已，不持戒律，不训忌讳，不知礼乐，不行仁义，人间所能，百无一辉。饥来吃饭，渴来饮水，困则打睡，觉则行旅，热则单衣，寒则盖被，无思无虑，何忧何喜，不悔不谋，无念无义，凡身荣辱，逆旅而死，林木七鸟，亦可畏彼，来且不惊，去亦不止，不必不求，无赞无悔，不厌丑恶，不羡善美，不趋近事，不远道事，不说人非，不夸以事，不厚尊崇，不薄见智，亲爱冤仇，大小内外，哀乐的丧，亲会显意，心无两度，坦然一回，不畏福先，不畏祸始，感而后应，破而后起，不畏锋刃，焉怕虎伺，随物称呼，起居名字，眼不就色，身不来耳，凡所有相，皆属妄为。男女形身，悉非定体，体相无心，不染不爱，自在逍遥，物莫能累，妙觉光源，映彻表里，包裹六极，无有瑕耳，光兮非光，如月在水，取舍既难，负荷比拟，乐兹妙用，迥然超彼，或问所宗，此而似矣。昔将月一十二首，一妄想不复强灭，真如何必希求，本源自信佛其修，迷悟起居前后，悟即刹那成佛，迷而万劫轮流，若能一念弃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。二本自无生无灭，强作生灭区分，只如罪福亦无根，妙体何曾增损，我有一轮明镜，从来只为蒙昏，今朝魔影照乾坤，万象昭然难隐。三我性入诸佛性，诸方佛性皆然，亭亭寒影照寒泉，一月千潭浮现，小吉毫毛莫识，大识遍满三千，高低不约性方圆，说甚短长深浅。四法法法缘无法，空空空亦非空，净宣与末本来同，梦里何劳说梦，有用用中无用，无功功里失功，还如果熟自然红，莫问如何修种。五善恶一时妄念，荣枯都不关心，慧明隐浅任浮生，随分积餐可饮，神境湛然常寂，不妨坐卧歌吟，
一池秋水并人参，风动墨茎紧嫩。六，对镜不须强烈，假名权力菩提，色空明暗本来奇，真妄修分两体，物即变明净土，更无天竺曹兮。谁言极乐在天兮？乐即弥陀出世。七，人我众生受者，宁分彼此高低，法身通照没无一，念念不须寻觅，见事何曾见事，闻非未必闻非，从来诸用不相知，生死谁能爱你。八，住香修行不失，果报不离天人，恰如仰见摄浮云，坠落只愿历尽，真似无畏实相，还原返璞归纯，尽忘情尽任天真，以证无生法忍。九，鱼兔若还入手，自然忘却全，似邪现地，渡河筏子上天梯，到彼兮皆一气，为勿须凭言说，勿来言说成非，虽然四句属无畏，此等人须脱离。十，悟了莫求寂灭，随缘且皆群迷，断肠之见即提携，方时止归实际，五眼三生四智，六度万行修齐，圆光一颗好摩尼，利物兼能自济。十一，我见十人谈性，只夸口即愁机，即逢境界转痴迷，又与愚人何异，说的便须行得，方明言行无亏，能将慧见展摩尼，此号如来正智。十二，遇了魔身妙道，唯须自见真心，真身无相亦无因，清净法身只嫩，此道非无非有，非中有甚求寻，二边俱浅气中心，见了名为上品。卷九，欲秩序，雪豆便参诸方，即便无敌，忽欲至门两度福子莫口打，豁然开悟，乃四至门，学者于此见得，当知心不在思维而普照法界，口不必语言而遍眼横沙，如雪豆云，直饶乾坤大地草木丛林，敬畏那僧，异口同声，各至百千问难，也不消长老一弹指，便乃高低普应，前后无差也。虽然一弹指中，随缘自结，如三十三天，共十宝器，随其福德而泛色不同，故经云：一切贤圣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，一弹指尚且如是，况乃有答有问，有字有文，岂得蛮憨混童，无复选择，昔年雪豆眉毛拖地，留此隔藤，今日圆明，解记探珠，蛇足一上，资边也，皆是第一义地，
最上宗臣，学者不假外求，直下自证，则不离此言句，而皆有从凡入圣之机。譬如以火消冰，冰释于水，水冰一味的无所得，火水殊途，有何交涉？然而火力消冰，其功何可污于？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朔日，卷十，欲秩序，平呼小玉缘何事？为要谈狼刃的身，缘悟秦禅师，因此言下顿彻，思语也。起语耶？禅语耶？荼毒古边，岂容侧耳？但于起语禅语，一注思拟意，则见去远矣。更古更今，更上更下，更东更西，更南更北，皆是围城。一围城中皆建宝刹，一宝刹中皆作佛事，凡诸佛事皆具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于何开口说得？于何着手捡得？开口说者，即是者个；着手捡者，亦是者个。岂得以者个说者个，以者个捡者个？略一注思拟意，这边是地水火风，铁山岌岌；那边是见闻知觉，欲海沈沈，何由撒手悬崖？竟是开眼说梦。所以古德云：若欠一把不成法身，若剩一把不成法身，若有一把不成法身，若无一把不成法身，于此见取。开口说亦可，着手捡亦可，如或未能，可惜辜负缘物，平生许多落索，即原名主人，一番选路，亦复顿至不少。雍正十一年癸丑七月望日。